行了，走啊。干啥去？公司要啊。天没黑，这就睡了。你刚不在超市困了吗？哎，你等着，我电影看一半没看完呢，你先睡吧。电影啥时候看不行啊？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在这躺着挺舒服的。我今晚不进屋睡，你自己进屋睡。你是不是白？你这啥话呀？那我才回来几天就跟我分房睡啊？不是，我不是不爱你，你就是不爱我了。哎呀，主要是你睡觉吧，磨牙，那吱嘎吱嘎的，那不知道以为我家养耗子呢。谁磨牙了？你看你不信，我可是有证据。你看，那你还在被窝里当当放屁呢，我都没嫌弃你啊。那晚上是促进肠胃消化的时候，那谁还不放点屁呀、啊？那要放屁点儿，都赶上说话了。再说你还打呼噜呢，我都没事。那谁打呼噜？你。那谁家老爷子不打呼噜？不打呼噜那叫老爷们儿啊。那老娘们儿磨牙怎么了？哎呦，不管，你干脆跟我一起回国。不行，你就饶我一天吧，行吗？我就在这睡一晚，就一天。不行，一天也不行，你赶紧。哎呀，就一晚，我就在这待一晚。陈琦，你可想好了啊？哎呀，就一晚。行，有能耐你就今天在这睡，以后你都在这睡。你看你，生气了？滚！这下好像真生气了。你干啥呀？你干啥？不是，睡觉。不是，咱俩不是说好了今晚我在这睡吗？哎呀，不行，你不在我睡不着。怎么又不行了呢？我怕黑。你笑的不管你在哪我在哪。不是，哎，你待会儿你又磨牙，我不又睡不着了吗？那我不管，你在这睡我就在这睡。哎，那你要不你家搬？陈琦。